1.27。我要什么角度？你这样就是，你不要往后啊。我会往后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我没有反应？我有在充电，奇怪。是黄，是绿色亮着啊，红色在闪。你上过厕所没啊？不是，我就是。怎样关机？关机。所以我刚就在这，很奇怪。好了。现在1:28，手机放进口袋里，拉好拉链。对啊，出去。一切 OK。会不会冷啊？会不会刮洗啊？刚刚我们爬楼梯这段的车，还是要走拉链。对，拉好拉链。我去拉好拉链啊。只是哦，小腿是不是绑太紧啊？好痛。我刚刚有揉右脚，没揉左脚，有差吗？哦，这里又有个楼梯耶，好麻烦哦，小心哦。哎，真的，我小腿是勒太紧啊，很痛。雨好像雪好像很大齁。对啊，它是用雪的形式下来的。哟呼，能见度不好，不过还可以啊。问题是会觉得看不到地面的样子，看不远。嗯，但是我之前一直都以为雪场地图都是胡乱，什么意思？都是展开给你看，然后跟真实位置不一样。嗯。但没想到他那一个竟然可以 mapping 到那个地貌，一对一。所以，像捷运地图也是啊，捷运地图也是比例有改过的。嗯。你要拿吗？不是在后面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说他走过来，我想他是要拿他的板。站不住了。录一下下行吧。哦，这也太多了。我是不小心按到下面那个圆点是吧？不知道，你说缩时还是什么东西？问题是，我现在按也没反应了。哦，这是随时拍照的意思。那慢动作是怎么用？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弄出来的，我是不小心按到的、啊。好冷哦、喔，手套要带两层吗？我是觉得还好，我有戴在身上。我有戴在身上，怎么？怕我手套不见了？手套在这边。
手套一点点。天哪，血都在身上。手套嘞？敲敲敲敲。好，手套在这边。我在想说，冷的话，唯一身上还可以穿在身上的东西是手套。我已经把帽子加上去了。在那里。这会不会砰就踩掉下去了？就只有一个人这样下来。嗯，你看好了，就算它很陡，我横切都下来了。日字形也可以下来、啊。我的想象，我的想象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日字形也可以下来、啊，怎样就下来啊？只是很紧张而已、啊。可以，但是我刚刚上去滑，它那个雪质如何？全都是像那种石头的冰。啊、哦，那很危险呢、欸。就是它脚会一直抖，对对对，这样咚咚咚咚咚，就是硬块的那一种雪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大块吗？就都很小块，但是很多。你就是脚会这样一直抖动，好像骑机车在沙子上啊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不好了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对啊，而且它不好练，它上面很陡啊。上面很陡、啊。对啊，那样子对于进步没有帮助。对，他说真感受。只能吓得半死而已吧、啊。因为技术要到那个地方的话，可能还要再。我反而觉得训练那边会比较好。有啊。因为刚刚的红线比较少。一听你描述，我们就知道不行。所以刚的红线那边你也去过了。你说那个吗？嗯、那边红线就都维持得很好，是这个比较容易有变。嗯、啊。你说他们会有时候不压或不干嘛？也不是不压，就是他这边对你来讲血蛮多的，那边是一直会压得很好，他这边就是血太多，他就是不用压。哦，因为太厚了，所以就随着天气跟人的行为而变化。对，它那个对来讲，就是因为天气就是湿冷嘛，然后湿了之后冷，然后又结块啦，结块就凉掉一点。嗯，对啊，这里偶尔会粉吗？啊，会比较干吗？不会，你说这边哦，粉雪对里会啊会啊会啊，白马会啊，白马是抛的天堂。白马，我们那边那我一见过，因为昨天一直在下。明天看看会不会？但是他竟然可以做雪球哎、欸！今天不是很粉哎、欸，就超硬的、啊。可以做雪球的就不是很那个啊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新野是完全捏都捏不起来、欸。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铺上去的那一层够不够？还是要看那边。但是他们现在是说一个礼拜都下雪。有啊，我看这连续三天都是雪。对啊，所以说也不用那个。只是看够不够湿，但是像这种就是感觉比较湿啊。嗯嗯，这种就是你放在身上就会湿，看就这样。对啊，拍不好拍的那种。这种是湿的、啊。之前的我们都是那种一拍就不见。因为北海道啊，不能比。哦。北海道简单讲就比较稳定啊。嗯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参加过两次团，都看到下雨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上次苗场下雨啊，很惨。不过今天这次还好了，那只有昨天下，今天没有。所以我已经满意了。对，没有蓝天很可惜耶。所以到底上次是谁带赛？没有没有没有人没有人，一切都很好。我不是整点了，应该超过三点。等一下，先拿下嘛，要热身。切切切切切，拍这个、哦。哎呀。对，分开了。那个雪镜快点戴起来，要不然雪镜把它进水，它就浮。好好。跑到背后去。挂那个雪，它打不起。看要不要进去拿卫生，稍微把那个擦一下。稍微沾沾就好，不要吹。一定会湿，因为跟雪太湿了。的也是体验呐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三月就有的比较啦。三月是北海道啊。就是干干的雪。对啊。那这副还 OK 吗？领子，这副是我的，拿出来可以换的，会比较少用。三月换的，光是一样，因为它那个是渐变，这种是渐色，会对非常。
哦，我们的帽子上都是血，都是水，糟糕，不是现在的问题，是你的。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就这样，你不要想有的没的。我帮你擦，不用擦，因为现在下的有点。你的钩破会湿，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先帮你擦一次。你这样擦不是很擦，我说你没关系，这样不觉得很痛苦？是为什么隐形眼镜戴了眼镜？那你要去，你就要去找那种，你就要去那个眼镜。你过来。然后我要擦就是要擦，你就不要啰嗦了。的眼角的度数，然后依照眼角的度数去选。我看你赶快去，因为你的卡在那里面的，要照那弧度去选眼镜。我也是配置包啊，我一天我要戴，像我这次戴就戴六百度，因为我是两眼视力不一样，所以我要戴120，就是而且两边都不一样，所以整体来讲是要你要去看那种，然后弧度要去选，到齐了。不同的弧度戴上去，没有道理。讲一讲是没那么合，所以它就会有点难。所以你要请，这样讲已经很专业了。那个人就觉得哦，我不会随便推。我觉得抓雪板的时候是很冷的。没抓的没。你抓雪板哦？我还没拿。抓着啊。不是要热身吗？热身就是验光。那我雪板就丢在旁边啊。这样我就不用回来找。他认识的时候，他也说。我就说我这次戴胶身，他说对啊，胶身很贵，但是你的眼球弧度不是假，对，因为它最少是8.5跟9.0，然后对，8.5跟9.0，然后我的角度才7.8，对，大概8左右，对，他就说那个角度上，好的，做这个眼镜，然后反而你买像他就是我最近有戴过护筒，然后他说那你戴护筒，护筒角度这么，你的帽子的，比中学啊。所以说其实帮我弄出来，没有进去，但是我们两个都可能有类似的，那就互相拍一拍啊，把它折凹进去啊。我刚刚就在想说要凹一点，但是你又不是很凹，你前面可以往前吗？怎么往前？它就是后面松松的。有我的小指有点难戴进去，不行哎。我戴现在是两层吗？我戴两层的话有点紧。你好吧，走吧，我们先往前走一点点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晚上快点贴一下？对啊，肿起来就会一直痛。不知道里面脏的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因为那个人工皮是比较像医疗用的。哦，好吧，走吧，往前。走吧。算了，这边没事。哇，你的裤子没有拉好哦。你那个有勾好吗？有。车做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滑下去的地方，我会在右边。好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一样先集合，然后一样慢慢带到右侧的缆车。我们会去玩山一。那我们刚刚今天的话，我有花时间上去看了一下哦。是整体来讲，它的状态会是像这样子。你现在看地上，你会看到它会有一块一块的感觉。哦，你可以用上沙轻敲一下，它是有点硬块的。那上面的道路全都是这样的东西。就是它整个地面都是大概是像这样的，所以整体来讲操作上
的确不太好操作。第一，它的地形就比较陡，那再附加上这样的一个就是雪质的话，这来讲是蛮困难的。如果说它今天的雪质是很舒服的话，我可能会建议可以让大家体验看，但是今天这来讲，我相信上去下来可能40分钟到一个小时可能要了。好，那如果回到汉堡王，如果花5分钟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五分钟，但是它的陡度跟地质上来讲比较适合。那我们会到完山一，然后做一些练习，然后可能会分组，会依照每个人的姿势上的不同，然后做一些分组。那同组的话，就是会是同类型的问题，那大家可以一起滑，然后互相看，就会让大家比较像是像是这老鼠关在笼子里面一样，然后就在那个滚的一直这样子滚。好，太好了。那它旁边就会有餐厅，如果要休息的话，可以在旁边休息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稍微一样，就是脚稍微前后动一动。好，好，换边。刚刚有自己去滑一滑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休息，休息啊！给自己这么放松也好啦，补体力先。来侧边。因为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帮初学的，因为白马我们明天用的 Popina 的雪场正前方的那个雪道的话，它会是，好了，轻轻拉弓箭步，它会是绿红，它会是绿线的，就是说泛着红光的绿线，所以它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是比较困难，它那个路线对他们来讲，所以我们才要，就是我们全部的教练中午前都会集合，然后去协助初级班，在这边的操作上面。所以说明天我们一上去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今天实地你的第一团来到白马国际的话，你真的会很想哭。然后就是简单讲，它大概的坡道大概在那个灯的位置，大概这么高。初学者，大概在山里面，而且他一定要横切，才有办法切到环山道才能下来，才有办法切回到向台。我们大概10米公尺远的距离，10米20米公尺远，所以他们那个场地是真的比较困难。那所以说我们第一天才会选择这边，那这边的路线就真的比较多。腰动动了，腰整理。然后我们的话，因为白马的场地呢，我们会也是会有一条是专门就是比较好练功的，比较好练习的，就是一样会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动。那白马的场地其实很好玩，它有很多种路线，但是它有些路线就是比较乱雪，或者是比较有可能会有蛮陡的地形。那这些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在课程里，让它尽量让大家去体会。因为其实你滑越多不同的地形，滑越多不同的地形，对于你们的脚感，简单讲，第一是脚感，那就是会进步。哦，姐姐是那个 OBO 那一组的，对，那他等一下他40分，好，所以说真的大家讲，我都会把它加在里面。那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排斥。那其实我们脚上讲的一些观念就是说，滑雪有两个，一个叫技巧，一个叫策略。那策略就是使用你会的技巧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地形。那我们在课堂上会再慢慢教大家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走吧。光穿这个，你连这身都不用。不过我都不用这个。不用，等一下走还要再走一小段。我要走一下吧。等一下会再推到那个早上推的那段。这样子推着就来。我在那个第一。
早上那个缆车。早上最常坐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哦妈，就是滑这个。好难动过去哦，么么 go go， 滑，滑，滑，太没力了啦，哎，手很酸呢。手也酸走吗？就上。好敷哦、啊，我有开吗？摄影机有啊。哦，正面 OK， 两三滴不在镜头上的角色。哦，我的嘞？你的镜头上没有，但是你镜头很低、啊。你有没有？你就还是没有带壳？没有，放在家里。啊，好吧。真的，我看到你觉得不行的，那就是收起来，我不会要用到。嗯，就这样。
合约？都粘在椅子上。哦。他刚扫的扫不掉。他刚刚有用扫把扫吗？有，他扫。Try to, but 没有很有用。刚我看到一个血，有点像碎冰什么东西？我刚刚看到一块血，有点像碎冰粉。血像碎冰粉？对啊，因为它一坨像那个手头，差点多。这车真的是我坐过最快的。嗯，你觉得嘞？第二档。啊，所以明天就要考 Tina， 对我们不是也很难吗？我看他身上都是黑色，他没有中间呢，他就是黑的，不然就蓝的。他的颜色标不一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我看了，蓝的是上级，黑的是超上级。我就没有看到中间的颜色啊，他就是中间有一个颜色。哦，我记得我在来之前看到的，他就是这四级，中级就叫晋级。冷应该就是这么冷吧，还是在更冷吗？我只在想说，这么冷的话，我到底要不要带穿中层？这个时候穿中层的话，你被套椅子，你会觉得椅子冰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没穿啊。我是说现在你觉得冰吗？现在我也觉得还，我说如果就这么冷，我可以不穿，这么冷啊。这么冷我还可以忍受，但是如果再冷我可能就要穿了。我们去新野到底有没有穿啊？我不记得，应该是有吧，那么冷。那个我的话，我会冷都是那个我坐的那个椅子加速的地方，我现在觉得背后。对啊，还可以。因为我的这个保暖度是因为它是人造纤维造成的风度。那个风度会保暖，那我一坐把它压扁，结果那个后面冷的地方传导过来，我都觉得蛮冷的。我现在刷着也冷。拜托你按一下。按一下吗？你现在按着，我就不按。你是会翘起来，还好吧？有一点点，它会跳一跳，它会小跳跳。嗯。你看多么宁静，几乎没有人的街道。呵，那我们会去到那个什么五龙吗？好像不会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就没有机会见识那个像蚂蚁一样的人。应该也不会啊。而且他上个是过年还是什么？我忘了。好像是我们在新野的时候。对啊，那就差不多了。我是觉得没有那么恐慌吧，而且，啊，我回去再研究一下白马的八个雪场各自。好，起来喽！会不会是五龙？五龙就是初学者雪场。他们
在要来诶、欸。固定流程。他们应该刚刚那个好像缆车票卡住，我看他在卡住缆车票。他的那个左边的，我今天怎么逼都逼不过啊！他拿出来逼也没有用。好，来我们往下吗？吓到了！的位置要在我的下方，我在我的下方一样，跟我一样的方向，跟我同方向，在我的下方。对不起，你要你的你的急滑下来，你都会想靠这边，你知道吗？急滑应该是靠这边，那你就靠这边，然后就会刹不住，然后晃一下，会晃那一下，就是那一下啦，就那一下，最危险的一下。上去尽量不要碰到地上哦，哦，上往前拿就不会碰到地上，不要拖着哦，停下来靠脚，不是靠上，哦，要记得。好，身体转得非常的大。好，来我讲一下哦，等一下我们往这边往下滑，哦，一样是今天早上上课的都是同一条线，但是到前面下方之后有一栋黄色屋顶的建筑物，之后会往右切。好，会往右切，右边。简单讲，你往下滑，看着右手边就会看到一条缆车了。我们会在那个缆车集合。OK， 好，好，来，大家先往下滑，我走后面好了，以免等一下又绕人了。好，来，直接往下，然后看到建筑物之后是往右边切，切在建筑物的右侧就对了。好，先热身就好了哈，放松，一样感受血值，等一下一样会问。好来，往下吧。我不知道走哪里，可是他们好像很火速一直往下的。对啊。是下面以后才要换，是不是？对 ，Jason， 没错。Jason， 教练。在这边还是那边？左边，左边。啊，看到了。啊。哎呦，往下。我觉得比早上还不行。
啊？哦，脚好酸哦。我怎么觉得很难滑啊？你会觉得一块一块的吗？你会觉得比早上不一样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一块块啊。啊？嗯。好。怎样？你要多慢？没有，就脚很酸嘛。我觉得我连站直脚都在酸哎、欸。还是你要休息？不是啊，反正教练在这就在这里。等一下滑出这片森林之后，右手边就会看到缆车了。去缆车站就对了。好了，右下方。右下方吗？对啊，在这个后面。对，等一下树林那边就。对，树林，对树林，过完树林就看到了。右手边会有一个缆车在走。好，想想的话，好，我先滑。你应该要跟那个粉红一组，嗯，跟着他晃，嗯，他比你赶放快一点，嗯，对啊，但是你们两个技术差不多，他的谨慎度，嗯，够够，谨慎度，我就胆小呗，我太慢了，好吗？什么手？什么啦？什么？什么？我有，我知道要踩左脚啊。还要站直一点。我知道要站在右脚。我没有踩右脚。我没有踩，你不要一直念啦。
石板为什么这么慢啊？我没有刹车，我脚是直的、欸。稍微看一下，把你的板子拿起来找找看，或者是打稍微切看看看，它是不是感觉上面那一层的冰质跟下面那一层不太一样？如果它结晶体的感觉，像那个像这种感觉是有结晶体的。OK， 好，这是早上的雪况跟下午的雪况不一样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。那你现在看到的像我们这样刮起来，它大部分都是一块一块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说它才会含上整片的状态一样，但是我们这样压压它就变成。好来，那像这种雪况的话呢，来乱雪的话，这种高高低低不同的话，你觉得我们的膝盖要怎么做？是要硬还是要软？软软的像弹簧。对，软的像弹簧。所以简单讲就是两两要开是像。这样你的膝盖要稍微放松哦，它不是完全瘫软，不是完全瘫软，是放松，有放松的去吸衬它，完全瘫软就是让它倒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乱雪的部分还有再讲到冰质是硬块的部分，那你觉得我们的钢鞭要使用多还是少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。就我们的钢鞭是要立得多一点呢，还是要稍微少一点？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还有，要多一点，觉得多还是少？觉得多的举手。觉得少的举手。少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一半一半。有选另外一个是差不多不少的。我是一半。好，来我讲一下哈、哦。不多不少，其实也可以算一般对啦。好，来，我再讲一下，如果很多的话，在这种硬块的话，如果是它是冰块，我们这样子直接切，你觉得跟这样子轮着切，哪一个得到比较多？得到比较多的？直接还是立着切？真的是冰块。对，如果是冰块的话，切冰块。直着这样切比较多，还是这样子削？直着切啊。啊？切断它了。切不断吧？切得断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接着嘞，削的切比较多，所以削的切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得到的摩擦力是比较大。如果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，摩擦力比较大。哦，这样可以了解。哦，如果说当我们遇到地形比较硬的话，其实整体来讲是让它一直打滑，让它用少量的钢鞭让它打滑，然后就转弯。就这样，但是它是会停下来的。如果说你是在很硬的状态下这样子立的很多转弯，它就会完全没有摩擦力，它就越来越快。OK。
非常清楚嘛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下午的部分可以做一些比较像 slide turn 的部分的练习，早上反而是很适合 carving 的练习。哦 ，OK。那早上他说很深，所以晚上下午。Okay, 来，我们上去吧。哦，那 slide turn 简单讲就是打滑的转弯了哦。哦，打滑的转弯。那可以的吗？随便啊。你变好，那就你变变我这边，是不是？第二次试的。很难滑哎、欸，刚下来变困难，脚超酸的。他意思是说打滑你没有更害怕，不愿意打滑，但是实际上你的控制力已经很强了，所以你其实以你的控制力，你可以一边打滑一边走，但是你会怕打滑。嗯，那时候滑苗场的和田小屋其实很滑，下缆车最滑，下缆车全部都是冰。今天就跟那个没有那个比那个好，这还有一层雪。那天那个几乎是冰块、那很可怕、好，我好，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怕打滑？因为你重心又放错位置。我没有，刚你在后面喊的时候，我脚都没有放错。没有，你抬脚的时候才稍微那个，你脚没放错，但是身体在动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嗯。就听到你一直念，但那个时候我的脚都没有踩错，我知道我要踩哪一边。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相信你的脚，因为你应该是被两三次打滑过头，变成那个倒退路的那个下，你一直记得那件事，但实际上你现在理论上你不会发生这件事，是吗？真的？还有可能呢？没有，因为你会，因为你怕，所以反而才会踩错，你不怕的话，你都会踩对，所以会。所以该怎么办呢？你踩的已经是对了，但是身体在抖。身体这样，踩的右脚，但是身体还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在抖。就像他刚刚说，我脚踩对，但是身体是往三靠。对对对，我不是早上说我那个转弯的时候会那个吗？我左往右转的时候，我觉得转不好。我现在好像比较好了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身体故意要朝反压车就对了，准备要开始转之前，我身体先挪出去，挪到圆圈外面，然后就会发现很好转，跟脚怎么动几乎都没关系。哦，就是我准备要右转，我就身体突然间身体往左靠，就是左边头好像头故意去撞左边的左上角有个东西一样。我身体只要一这样的话，左脚就会往外开，然后就会有点要就开始右转。我自己发现的窍门是这样。然后这件事也是让上半身往山下，不要往山上走。假如你有机会想到这件事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他们也还这样练，他们是穿背心的那种。滑雪学校可能也是初学吧，少妇。这也是绿吗？还是好搞不清楚。好冷啊，我的手还不放，我已经刚手还压着。今天的特训。
我的左右动作转换。我是怎样脚能不酸？身体不要走桥，身体不要走桥也会比较不酸。爬上去啊！对啊，爬上去，上上，怎么有一种硬硬的感觉？嗯，有一点冰面的感觉哦。对啊，但是还刮得到雪啊，现在不用担心，大胆的滑就好了。讲一下哈，我们先感受这个坡度，我们先来感受这个坡度。然后前面的话，它是不是有点像是分线？我大概会先滑到那个分线，然后大概一个一个来。我先帮大家录一下今天下午上课的状况，然后等一下在上课完之后的状况，这样子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你来，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策略的部分。哪些技巧？依照我们现在的技巧来说好了，我们会大的三角形转弯，对不对？可能会有平行的转弯，但是不一定转得这么好。哦，在这种坡度上，那这是你的技巧。那在这个坡度上，你未来你要去雪场也是一样。在这种坡度，你要用什么技巧滑？哦，如果说我先到比较陡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会有学过回山？哦，回山应该大家都有学过，清楚回山手了。OK，那这也是你的，这就是你的技巧。那策略就是使用回山的技巧，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坡道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说现在给你的课题就是这样的坡道，你要怎么滑，安全的滑完就好了。滑得漂不漂亮，并不是很重要。OK， 这样清楚吗？因为技巧是我会教给你的，那策略是你自己未来在滑雪的时候要去配用的。如果说你先不会用策略，那学再多技巧也都没有用。OK， 这样清楚吗？所以说等一下呢，你可以，我会滑我自己想滑的啦。简单讲，我会滑我自己想滑的，但是你不用滑我想滑的，你应该是滑你觉得你怎么样在我的停在我的那个位置，是你可以安全滑完的，这样就好了。OK， 好吗？没有，它是一个一个，要一个那个人下去，它才能一段一段。
好，那我先哦。很慢。一二三四，对，是小钢炮，后面一排小钢炮在后面，还能录到。给你最后一个了，万一你冲过来的话，我会想打保龄球。好，来，稍微讲一下好了，先讲一下 feedback 哦。那个，先讲那个阿座的，阿座的话，你的左脚我觉得没有 match， 那右脚 match 比较多，有可能是因为比较急。哦，稍微一样重心。压出去，勇敢要放在外面，我要放在外面。然后，一品的话，一品嘛，一品的话，怎么说？你觉得有应该有比较好一点吧？哦，有刻意去做的话，觉得左脚比较做不错，对，左脚比较不错。然后那个再来是那个揪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揪还好啦。我觉得比较有刻意，没有那么后坐，OK，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加入动作之后就会再知道，但是尽量去保持。然后我觉得滑得很好，嗯，谢谢。对，滑得很好，没有看见。耶，我的家庭地位提升了。然后，当然就是之后我们会练习一些东西，就慢慢提升。好。然后那个是姿挺。挺。是挺吗？不是，你才是姿挺。我的。然后那是。平均，平均的话，我觉得试着把三角形做小一点，平行就会好一点。在中段部分，试着把三角形再慢慢做小，好，做一些收腿的部分。然后一样会外推。
会内倾外推。好。对，所以要记得重心一样，尽量把它放在外面。好。然后等一下，第一个是你对不对？对。我等下看影片。好，上来之后再跟你说。谢谢。OK, 好嘞。那我们稍微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先练习横向的单脚，一样先把这个在坡道的增加之后，我们来做单脚的练习。好来，那坡道增加之后，我们先做单脚的部分，一样，先做单脚正中的部分。而你的杖呢，看有没有放在地上。放地上。那就是把重心放低吗？嗯嗯嗯，维持你的重心的位置。重心的那一边，对，放在脚踩的那边。会痛，会痛。嗯。哎，那冻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太久，因为吃的冷太久。杖要碰到地面哦，你的那一只杖，注意你的杖要碰到地板哦。杖要碰地板，哦、不错。好，这个姿势其实蛮难的哦，我们现在把它拆开，我们先拆开，把你的杖拿成像，你又听不到，拿成像宝剑一样。那喊什么？杖要碰地板，你要不要碰？杖要碰地板，杖要碰地板。他刚刚讲就在跟你讲话，你又听不见。我听不到。下一个就可以出发了，这样的练习时间才会多，才不用刻意去等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一次的杖，简单讲，你只要拖地到地面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拖地地面，你如果觉得很稳定，你就可以把脚抬起来；如果你觉得不稳定，没关系。我要的是先拖到地面。对，你的手握的方向是。手握的方向变成拿宝剑的。对，哦。所以你可以先把它转过来，先放掉它之后呢，往上一拉就起来。然后奇怪。好来，一样哈，我先做示范哈，一样来接近。专心平衡的、欸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、啊。对啊，你就笼子啊，教练一直跟你念说叫你碰地，然后他讲了两三次，你都不甩人家。对啊，哇叫。
好，那个一瓶你先走。我就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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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杖画好就好了，哦，因为你的抬法是这样，不用是往后勾，哦，如果要抬的话，这样子勾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好，来，等一下下面呢，我们要再做一段。哦，那整体来讲，我要的是杖子勾在地上，就是轻轻画过去，就感觉打到雪，啪啪啪啪就好了，一定要碰到雪，哦，很简单，你要吗？讲啦，你就偏，那就他现在练的重点就在于，对啊。它才会很容易碰到。你看，像我们这样站着，你看手这样拿着，哦，
手上拿起来，像这样子，你只要这样子就倒了。哦，所以说，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拿着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指挥这样子就倒了。所以说，你的上方这只手呢，建议你是抬起的，哦，你要换边的时候，就像 L 型就好了，就是 L 型，哦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你只要看像拿起这样子。好冷哦。哎呦呀！哎呦呀！脚先摆直，脚可以吗？这时候可以练你的单脚啦。对，这时候速度出不来，因为我的下面那只脚会自动刹车。我还没办法一只脚控制速度，这样会快很快。
到不了啊！啊？对啊，我已经直抽了，我还到不了啊！我就胖嘛。内侧左当边了，你要尽量让它水平，这样才不会有刹车的效果。好，我看这个我过不过，后面又过不了。看我坐这边啊。到我的包括吗？还好吧。好，还好哈。上面开始有水滴了。那要擦一下吗？镜头的话就需要。你说用卫生纸啊？卫生纸。拿毛巾好了。你自己小心点。毛巾跟手套同一个地方。根本有一大滴水，你的有一大滴水在镜头上，天哪！没办法，那你刚刚都录到什么？没擦了。刚刚又戳到我的掌纹吗？轻轻戳一下就好了。我自己觉得我的标准动作，就是坐缆车的时候涨水，会戳到旁边的人而已啊。会有旁边的人。正前方就会有人。哦。下车也是。下来要录的那一段，哦，我觉得好像没什么，还好，对啊，就觉得
缓缓。这一条我判定它为一线。冬天没有浪。好冷哦，怎么办？有点冷，不要靠背后了。你也会觉得背后会被吸热？我就你自己摸看我的衣服。可是我刚问你，你就说不会觉得冷。现在会啊。哦，我是只要靠着，我就觉得被它吸走热量。而且学小转要到坡度很大的地方才学得起来。哦，很陡的地方。对啊，但是在那种很陡的地方，还有就是上一次在讲的讲小转，也是先讲一讲，就跑去黑线。黑线你要硬要下的话，就是一直用小转下。对啊。小转是脚在那边一直扭，一直扭嘛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那你至少看过下馒头，下馒头，但是用那种姿势，但是没有馒头，就像是小丑。我个人的理解。头头头。没差吧？有，这个比较低。不知道。拿起来。好，我要看好大家的路线。不用管路线，对吧？你练你的压对地方跟站对角。
欸，我觉得比感觉好很多了，好没有那么卡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那可能我觉得可能那边太平了，对你来讲感觉太平了，做的比较好。哦，没有。对，动作就做得很好。好嘞 ，OK。好，我讲一下，我们刚刚在做的练习，主要是什么练习？重心嘛，最主要是希望能重心做正。好嘞，所以说我们再来下一个练习，我们做的是 position 的练习，姿势的练习。好，姿势的练习，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把它连啊，一步一步做，做完之后连在一起，它就变成一个更好。OK， 好嘞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呢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姿势的练习。我们先做一个，先做一个比较。坐姿比较低的动作，来看哦，坐姿比较低的部分，然后做一个转弯，哦，做一个转弯就好了，尝试就好了，摔倒没关系，不要再想。好了，我们就做一个比较低的，比较低的，那我放前方向。什么？什么？蹲低吗？对，他说蹲低。想说什么？把蹲低往后拉上。好，拖着转过来。蹲低，蹲低，蹲低。尝试完之后才会找到一个比较符合是正确的姿势。好，等一下一样，先蹲到最低，蹲到最低之后连转弯都不要站起来，试试看。好，刚刚我觉得做的比较明显的是那个就是某哦，他做的蛮明显。等一下可以哦，就是我做完之后某再下一个哦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就是我现在蹲到最低，哦，重心一样放在外侧嘛，哦，一样放在这里。之后呢，一样不要站起来，直接让它掉，之后转下来，好，试试看。好，速度会蛮快的，但是稍微撑一下。撑住。那只能找一个看法。它掉下来会有一个速度，好，直接转弯就好了。对对。蹲走，好，
好，大家想想看，刚刚蹲低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它掉，它往下的时间是不是会感觉很快？感觉它一定要先往下掉之后，你才有办法转过去。会不会？会觉得它？好了，我们先来试另外一个，然后再来做比较。来，我们这一次把身体站到最直，好，身体站到最直。好，这里站到最直，手打开，完全让它往下掉之后再转弯。OK， 清楚吗？好、嗯，先身体重心一样可以在外侧。好，重心一样可以在这一侧。好，之后呢，往下掉之后，直接做转弯。这个很难。OK， 好，来试试看。折转。这个真的很难。哎，手打开。你的头没有带进去，在外面淋雨。不是啊，那个啦。没关系啊。不要担心，手打开。对。这个很难。好，这个真的会怕。这个我觉得还蛮可怕的。他说：“看你这个学长，对，就是让他跑就对了，对，然后慢慢往山上走，对，你就是要让他跑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对，阿硕，你现在的重点就是你要让那个板子一直让他跑。好 ，OK， 好来，好问一下好了。刚刚我们站直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放松？所以来讲，你应该是要很放松，你才站得直。如果你很紧张，你会缺的，对不对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可以。好。所以当你站着的时候，你觉得刚刚是蹲下的比较简单，还是站起来转换的？哪一个比较简单？站起来。站着。好，来。等一下，我们试着站着，然后做两到三个弯，然后之后停下来，我们再来讲感受。OK。然后一样，我先这个示范，然后。他做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板子，你可以先让他跑，然后回山，然后速度变慢之后再换下一个。OK， 好，这就是策略。OK， 好。因为你会踏的时候，你会下意识的缩起来，就是后退。可你站着，你没有办法后坐，所以你会觉得站着比较恐怖。啊，蹲着的时候，你就是下意识可以后坐，那就很低。对，因为你本来就有点坐着了，然后你在往下掉的时候，因为你会开始觉得有速度的时候，你就会立刻转。所以教练跟你说直直的时候，你要有点速度开始转的时候，你就会怕。
啊？变好了，张开变好了。真的？再往前一点点就更好。好来，我讲一下哈，前面的其实我觉得的话都不错，那个一二三四个都好不错，然后后面三个的话，那个尸体不是尸体，那个军。军的话，简单来讲会比较担心，是吧？可以稍微再看看。OK， 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我觉得 OK 的，好玩的，慢慢来，尽量把三角形变成平行，然后让它去行动。如果会震动，就让它行动，我觉得还蛮稳定的。然后那个揪的话，骨盆稍微往前推，站起来了，但是骨盆稍微往前。好。好，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不会推就算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女生的。等等，你会不会是看到我的屁股？他有穿防晒裤。嗯。你有穿防晒裤。嗯。那明天防晒裤穿跳。往前倾。你会不会是看到我的屁股？好，没关系。有可能的，一品的话。有可能。我觉得玩的不错了，玩的不错，但是记得自己那个，等一下怎么讲，就是还是要记得多一点转角。脚的部分都长。好来，那我讲一下，等站起来是不是滑起来比较轻松？哦，会很舒服的在滑行状态下。好，那我们但是站起来有个缺点哦。哦，站起来的缺点，我们试着看看哦。我们这边还是用站起来，因为这边比较缓。好，站起来的时候呢，你试着想办法把你的内侧脚轻轻的抬起来，让它。好，可以这样子抬就好，就是简单讲，后脚跟往上抽，就抬起来了。你先去感受看看好不好抬，好站起来的时候好不好抬，站直哦，好跟站直一样。站直之后，我要抬内侧脚，试试看好不好。来，站直，然后抬起来，看看好不好。好，会牵手啊。好像弯弯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今天刚刚去厕所的时候有镜子，我自己在那边看我的姿势，我想说屁股要怎么收，后来发现我屁股超大包，你看我屁股是不是超大包？有可能。造成错误判断。没有啦，我不知道啦，我屁股有很凸吗？现在看又还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要去看影片。我要采用拥抱疗法，让我的姿势应该会变好。哎哎，你要不要先？真的吗？我先啊。好、啊。嗯。你的后座让你的板子已经哦，就是压住了，然后你的前翼太长了，哦，那转的头就变了。哦，好，这个就是非常后座了哈，女孩子稍微看一下，哦，这就是非常后座。你比他高很多。他现在在这么低都还是后座，如果他刚刚那么高的话，其实看的会比较清楚。OK， 好、哦，这就是后座。那我们刚刚讲完，好。我先来问问哦，你现在转直行的时候，你的脚好抬吗？不好抬，所以你会摔倒。你们会觉得好抬？来，我们现在站，我现在来直接站在雪地，来两脚稍微站并就好了，不用太并，大概一个半的拳头大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站直，
然后试着把你的这只内侧脚抬起来，看看，好抬吗？很好，我们轻轻的把重心移到外侧来，再抬。哦，这样拖弯一点。好来，我们一样，站直，站直，我先站直，抬，站直，然后抬，试着抬。好，我们看，侧弯重心到外侧。哦。这时候不准偷玩。来，我讲一下这个部分呢，在讲什么？在讲就比较高阶了。来，我们先把先整合一下整个，哦，可能会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痛。好，我们先讲，我刚刚一开始是做蹲下来的转弯，跟站起来的转弯。站起来的转弯简单还是比较难？比较简单，对，站起来的转弯比较轻松，比较好转。好。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尝试要抬内侧的脚，抬内侧的脚是为了重心，对。但是我们站直的时候，重心有办法移到外侧，不太好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现在站直之后，我们移到外侧的时候，需要一个角度，需要靠过来的一个角度。OK。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完成了俗称的膝体。你知道什么七字吗？就是，来，我们先放松，跳跳，好，你这样是放松的，好，抬起脚，好，放松的抬起脚，跳跳，好，抬起三上那只脚，抬起来，轻松的抬，轻松的，不用抬很高，轻轻的就好，好，这样轻轻碰在地上没关系，轻轻抬起来，好，来再跳跳，好，来轻轻抬起来，好 ，OK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身体有稍微的一个角度，哦，会有一个自然的角度 ？OK， 好，这就是起伏。哦，所以说其实很多教练会说，可能他会跟你讲说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练得很轻，要变这样子。OK， 不是说不对，但是对于一个轻松的滑雪来讲的话，这样子是很难。然后脚板的时候，前面一开始就 OK， 那就来，我们做一个比较夸张的起伏。这样子，核心 hold 着，然后这样子，很硬的要往这边是脚板。OK， 不能说他错，这是对的。哦，来讲一下，我们现在要的只要这样就好了，抖一抖，然后抬起，然后核心轻轻的 hold 着一点点，来核心，腹部稍微感觉好像有人重你一拳，哦，凹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OK。这样就好了，哦，这样就没有后座，好吗？这样屁股呢？好，来，那我们等一下滑的，有看起来好像把你抬起，都是可能的哟。我们等一下滑的动作就是这样轻松的感觉，腹部有被核心控制，然后这样子滑掉，然后什么？这样子。OK，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把我们刚学的东西，我这学学完了，重心学完了，再来就是练习。OK， 清楚吗？有没有不懂的？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不懂？好，那我们直接滑到下面坐缆车，然后让大家滑一趟。OK， 可以吗？好，换我跟你后面。好，哦，好。下面很平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稍微快一点。好，前面坐你脚上面。好。太近了啊！等一下啊，我有在伸出我的下巴，有看得出来我伸出我的下巴吗？
箱内吗？我是说双脚合并拢一点。哦，你一直叫我放屁，你没有讲并拢啊，超好笑。线上也有水，没关系的。等会等会，我怕你给他抓飞走。帮我拿着，等我。对，帮我弄一弄帽子。不是那个帽子啊，我说背后的。背后好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你也还好哎、欸。因为我们在前进的话，后面就。我的呼吸道很湿了，你的嘞？应该要给它洗一洗。是湿湿的。对啊，晚上来把它洗一洗好了。我还是想用这个。不是啊，阿月现在他是口水臭臭的、啊。还好。臭臭，不要，来洗洗。每天我自己的口水。雪好大。但是人很少啊，还是很舒服。像我横着就做主都觉得没差。只是我觉得我很依赖横向变慢这件事。啊，不然要怎样变慢？不是横向变慢吗？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实际的定义来讲，我没有真正会顺畅的 S。哦，有没有顺畅的 S？ 我会半转半转，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把它连起来。如果我今天不想连起来、哦，不能靠。我今天要求两个转弯，我都习惯那个速度感，让它更顺畅。不过上面呢、啊，那个没人滑过的地方有那种溜溜的感觉啊，就是那种有一点像干雪的那种，嗯，溜溜溜，走过去会感觉的那种。啊，小腿好酸，去贴满加沙漏帕子好了。你跟我讲。只是我又忘了带剪刀，好、啊，我有刀子，刀子有用吗？剪刀有。哎呀。我看你的镜头，你又扎的，真的、哦，它是迎风面呗。对啊，你到了待会擦一擦好了。一下来就撸一撸。因为它是对，因为我们这样坐着吹没有用。重点是现在这个雪会粘，它就粘上去了。
我觉得这可以用手指撸撸就好。你的也不能撸啊。可以撸啊。这镜头就会指纹啊。我的是体验。对啊。好像撸不掉，黏住了。那现在弄一弄，再拿出我的手帕。现在我们有点挡路，要不要先过去？好。他们特别的救命。干嘛啦？我在抓我的手帕了没？好嘞。好，你自己的擦一擦。哪里？有啊，摸到了。摸到就摸到。下一趟上来就大家先感受一下刚刚讲付费的东西，然后持续去走。那我们刚刚讲的东西都清楚吗？好，清楚了，你就用那种感觉去滑，然后滑个两趟，去感受怎么样这样的滑是比较舒服的。OK， 好了，那我就。看不到人的。在哪里？啊，好远哦。他应该也看不太到我们吧。就是滑到他的面前，他看得到了。远远的，他应该看也不是很到。自己想着要练的东西。你跟我是不是？好。走。你要哪个方向？你可以那个方向，我可以转过去。那个揪的话，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感觉吗？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没有？很酸，太用力了，我会很用力的去踩啦，所以就很酸。好，来，因为其实视线的关系，在看之动作的部分没有那么的清楚。
而且我做示范你们可能看不太懂。那等一下的话，先大家先滑到一个，那我们先往下吧，先往下看到下面，先过来一点。并齐再站起来。内侧脚还没并好，内侧脚先转，对。你练习侧？什么？哦，不会。我知道啊，就呼，就呼，呼。问题是我还是没有站直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你有可能很大一包，我也没办法看得出来到底大包不大包。对啊，你有听到吗？包会很难吃，真的下去还是会很大一包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你干嘛穿防摔裤？上次我在苗场真的撞到，有穿的还是撞到，还是很痛哎、欸。你是撞到球袜？我去跟他脚缠在一起，然后他拔走，就砰整个摔啊、哦！因为他撞到你，是我滑过去卡他的板子。好，来我讲一下，大家先轻松滑哦，一样滑的部分，然后到那个。这边从这根开始，一二三四，大概第四个那个缆车处那边，从这根开始，一二三四，旁边有红色的杆子，有看到吗？有。稍微停在红色的杆子那边等我好了，你们从下往上看，我的姿势可能会比较清楚，好，比起从这样子往下看来得清楚，好吗？那就那个阿座就先下，在你我以你为终点，大家去跟着你。对，他只要停在道路纵深就好。我们稍微看一下每个人动作。两位有点内倾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板子对他来讲，的确是超出他现在的一个技巧的时候。哦，所以他学习是我觉得是蛮痛苦的。不要在笑他。真的蛮痛苦，我讲真的，感觉回到初学者，好像会滑又不太会滑的感觉。在飘哎！好，来下一个了，可以下了。这边是个车，是车子啊？我猜是个车。那里有一条路吗？搞不好它是摩托车。我就说是个车啊。可以上摩托车吗？嗯。看它姿势哦，其实它就是有一个七字，但是其实还算放松的，微微内倾。我觉得这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是比较容易会有的问题，像我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，我自己本身在别的教练眼中里面看他们，我就觉得会有轻微内倾，可以再多一点。OK， 这个也是慢慢的课题啊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刻意，你只要重心放对，脚抬得起来，对你们现在而言就很足够了。哦，对，好，来下一个。大的雪，越来越大了。来，嗯，帽子，什么帽子？还不错哦，算放松的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好的。平衡、轻松滑，有速度的控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来。来，我看镜头，没事。是吗？我就转这边，因为那边好像就会接受。你好像也 OK， 好，很好。所以只有坐缆车下来要清一次。手到大就不好，它会不好的。对，这个不好，因为手会先出拳。我看到他左手先出拳了。出拳，这样子。出右拳了，出右拳，右拳有没有出了？
那这样搞不好我也有这个问题耶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对，你也会有一点点。因为我想压姿势就用手翻个嘛，那这意思我的上半身在偷。其实我教你，你的上那一只脚往前推一点就好。你要动的那山上那只脚吗？对，要动的那只脚先推。先推。先往前推啊。像你现在左脚在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左脚要转，对不对？刚左脚转，你左脚往前推一下，就是。往前推一下，用个力吗？轻轻往前推，轻轻往前延伸。往前延伸。用脚出力，而不是用手出力，试试看。好，来下一个吧。我要试试看。找到对的位置，发起来。好，看他，看教练。OK， 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强硬的姿势在滑，哦，那重心尽量要放好就好，大家可以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他们要被带去卖掉。要带去卖掉？去哪卖？我可以买吗？不行，没有，我乱讲。你买不起的。我觉得也买不起牙医耶。牙医。对啊，只买得起空姐，买不起牙。好，来乱讲。好，来那个 ，OK， 哦，所以说，那好，刚刚看我的姿势，你们自己觉得有什么？我觉得滑的没有很好，因为场地有被拉起来，自己觉得滑的。那你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很轻松，你很轻松的样子。很轻松，当然被花上头了。很轻松，对，我要的就是这么轻松。有没有觉得流畅？对，很轻松这样，咻咻咻，它是很像流水的感觉，就像这样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讲一下大家的 feedback， 然后等一下下一趟大家去滑看，好不好？滑看，然后滑下来之后，我们先去餐厅，应该有点天暗没关，先喝个水。OK， 好，好，那让我讲一下那个军的话，哦，军的话整体来讲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比较小心的，试着真的要让自己就是变成，要自己去做，然后不要太在意会不会穿，对，然后内起，哦，哎，这样比较好，最好就是这样。应该是会有点孤啦，不要太急。对，放轻松。然后你说，我觉得是内起比较多，手还好，内起。然后那个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大一包的关系啦，我觉得还算放松，但是可以试着再直。流顺一点的。还要再直吗？然后再直吗？你觉得太，但是如果很直的话，没有是舒服的就不要了。好像如果说你真的躺很直不舒服，什么都已经拱背了，就是背都夹紧那个，屁股都夹紧了，那个就不用。那
就是是放松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很大一波的。OK， 哦，然后那个你会你那个大学打拳的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他就是会用会勾拳，我们还会肯勾拳，所以这个是脚转，不是拳先打拳，所以这个是脚先转动，哦，脚先转动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明天再说好了，先滑顺就好了。好，然后那个磨的话会有一点点内倾，应该是跟我差不多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你去滑的舒服跟流畅是你现在要的，因为内倾这个东西是越滑越久之后就会慢慢改变，因为当越陡的时候你就更不能越倾内倾。那你在这种比较还可以接受的坡度的时候都可以投，哦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就滑下去吧。哦，那大家就自己感受一下，滑一下，直接上去。好，哦，直接上去，直接滑，对，就不用等了。直接上面时间好啊，对，然后直接到餐厅一趟，对，对，一趟 ，OK， 好吗？让大家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。哦，因为其实中高阶的讲的东西其实都一样，但是你要去改善就需要。我问你，我这样屁股有没有凸出来？现在可以吗？站起来，真的有一点，也手套，手套掉下来，把手套拔掉，手套拔，我起来了，现在手套拔出来。走了，好，走吧，下吧，冲嘛，我不要再那个了。你去啊，你去啊。好，我去。我跟着你。雪好不好？但我没有啊。但是你的摆子比较滑吧？可恶哎！我觉得直的也不够快。集合，他说四点，大概。但是你还是稍微内吧，所以要一样。对啊，很快呀。然后你要像。
有点外翻，一点点外翻。嗯，你既然以为你赢了，那你就试着外翻。嗯，对啊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你看我的手，雪板，雪板水平的话才不会刹车。对，你有点这样，这样会刹车哦。脚还要下去。脚尽量放平啊，你就松手。我有啊。就是没有，我有路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一直在瞧我的脚。不用尽力，那个是。但是我知道我都滑不到，我这脚很酸，最后。手也很酸。对啊。哇哦。这个就不是技术，这个就是你要体会到。然后他试着戴里面的手套。不要现在弄好不好？那戴到一半你掉下来，你去你就麻烦。到最上面我们来擦镜头的时候你再弄。好，现在到底几点啊？我看一下。应该是第一次休息时间了。我一点半开始上课的话，现在可能已经三点了。嗯，快三点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快四点了、欸。啊，三点四十几了，是要下课了。哦、嗯，那我记得那我就跑不到了，我们都跑这一段就跑不到。时间过很快哦。对啊。这其实脚也很酸的。还有两天，加油。脚还没有。哦，还是很酸的。膝盖还好哎、欸，我要把它跟洪老师说，我膝盖还可以，我现在是大腿外侧内侧酸痛，膝盖还可以，现在挂着雪板不算会痛。然后乱吹啊，啊，衣服要湿透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真的要清一下下。干嘛？积雪积好多、哦。连接的地方，对，我刚刚讲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没什么。要不要用胶带粘一粘带出来？胶带，我有带胶带啊，你可以带。不用粘，我只要把它清掉就够，因为它已经高到跟连接线一样高了。你说我还是你？你的。好。对啊。你下面都结冰了，我们。那不是结冰，那是积雪。你要进去之前要弄，不然你到时候进去把它化掉，你就进水。我只要它不是陷在那边，那就没了。以外的地方它还好，啊，下缆车就摸一摸。哎、欸，我还想说，粉红色要穿右脚，或者随便穿都可以。而且你不觉得继续可以？对啊，同意。真的，哎，把它看不到。所以你下次要第二天翘起来的地方。哦。我查一下今天天气跟明天天气，如果差不多我就不穿，如果更冷我就会穿了，因为会冷。那都差不多啊。那会冷哎、欸，下午会。可以穿，可以穿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好高哦！好高哦！啊，我们这样已经搞了快四点。去山顶。分了，没有到饭，一点半集合，然后又晚了一点点，不是吗？哎呦喂，好冷哦！呦，我到底会不会滑得很烂？不会啊，我只要滑不好，我就会觉得我对不起 Sherry。没有，没有学好。嗯，拿我的双杠。我试着要穿内层手套看看。我已经戴了，我还没戴，我戴了。我刚刚就想说，我身上唯一能够穿起来就是它的，就把它穿起来，不然我都快冷死了。不要啦，这往您说去哪里？往右前方。对啊，往右边的前面的那个边边。好，就不会打路。前进不了，算前进一点。这里都没有好吃的鲷鱼烧，哎，真可惜。没有什么好吃的鲷鱼烧。可以了，这里就可以了。再往前，好像往下。看一下风向，对着风向弄啊。
我们都没有正对的。天哪，你的正面也有雪，我看你借我抠一下。你可以抠啊。我看一下，你过来一点。对。那是一块冰还是一个凸？反正就是个凸，是不是？你的壳上面本来就是个凸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哦，好。我打嗝好那个、啊，好臭。哪里啊？好臭。我先把雪棒拿过来，接着把手套戴起来。你的安全帽上人结冰哎、欸。可以啊，那你可以抓着。我刚说是一直开着的。对啊。就是两个人互相录就对了。对啊。Hello。嗨嗨嗨。麻烦你。哦，冷嘞、欸、冷嘞、欸，我的妈呀！跳，这是右手，这是左手，跳，冷冷。你们要来爬这里哦。切西瓜。好哦。怎样？赶快戴。好冰哦，我的手套。你看，现在鞋就很有厚度了，看，这样不痛了。这样就很松软。好嘞，这只只是扣子。好，好嘞。好了吗？要插镜头吗？要啊，还要清你的那个冰跟我的冰。不是现在清吧？等会再清吧。是哦。对啊，你现在清不是白清了吗？不会白清啊。好。好。你的没有。好。哎、欸。结冰哦。对啊，用抠的。我先把。哦，你那是松雪，还好。你用掸的啊，用那个须须边去掸它。不是，用须须边去推它、啊。可以。那好，换你。插镜头。插镜头。也是结冰吗？好像没有镜头，过来一点。尽量帮你把后腰里面有湿湿的、欸。湿湿没差啦。然后侧边，侧边你那个，等我一下。然后你后面怎么都是？旁边，你旁边没擦了。什么？现在就在帮你弄线的地方没擦。线没擦。是我的话，给他打两下就好了。接着看一下角度。好，那我的你再看一次。角度哦。对啊，有没有被弄走？你看前面，往下啊，是偏下嘛，对不对？下一点点。好，嘿，那我也是吗？你的。我现在是干的吗？再不赶快走。是，你走了走。你去那边预备，我就跟上。哎，大侠，我们要直接到餐厅哦，就是那边黄色的餐厅那边。像是你妈在做这件事。不要笑，这也是练习的一种。你黄姐，你黄姐，好好笑。好，来，大家可以先下了到餐厅，然后那个。然后几点集合？没有，就直接先在餐厅等了。所以就。不滑了，会滑、啊。餐厅，然后大家我也会过去啊，大家喝个水，然后休息一下。但是不是快？现在已经3:40了。我们要滑到4:40。哦，好。好。来，那我帮那个谁上一下课。好。那我们上的话，那我们就走了。莫要走了吗？你先，看到没来？你要帮。超酷的，超帅的，超帅，超帅！我会跌倒之后，我给你们再推一下。好了吗？其实都好了。好。走了。我们先走。好。走。太慢啊，不是有人吗？对啊，我是说这个雪很松。好的。太慢吗？因为我刹车刹太多吗？
好酸哦。是。下文。好，好了。怎样？拍水又停下来了。其实这不好滑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不好滑。啊？我这样到得了吗？我不知道我脚要怎么调，我不知道我的脚要怎么调。好像有，但是脚很酸哎、欸，超酸的，酸爆了，酸爆了，啊，酸爆了。你刚有看我有沙跟没沙的差别？有，你有内八。对啊，你就这样一直在沙、啊，我不够，回旋越来越慢。你把膝盖往外放一点就好。啊？现在这里清一清哦，里面有水可以喝，它应该等一下就关了，所以开到几点？开到五点。干喽！干嘛这样？四点二十，哎不对，五点。啊 ，order 到四点二十，哎，很好。哎呦，清东西，清东西。嗯？上面有刷子。坐下清东西啊，还是？清什么东西？清那个。血啊。好啊。先掰开的。你要走多远？这里啊。对啊，我看你一直要走进来。我就觉得你好像也……哦，没有啊。
靠靠靠靠靠，这个是全身都赶快了，不是吧？不是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跟他们走啊！你要不要升职啊？要走了，他太晚了。给你一张。先关一下啊，是上面的。